完全不敢过来、欸，完全不敢过、啊，因为就会有那个看检台，有杀气嘛，开始打狗在后面。打没喽？啊，对哈、哦，后面有一只大狗，也有可能。哦，它的头就比白平常大只哎。而且它吃完还记得要逃跑。它转一圈呢？它转一圈呢？你看，吃完就跑。它转一圈。但是又想回来，蛮好笑的。那就转一圈吗？嗯。哦，不跑了。那我还有。那现在时间有变多吗？他食欲其实一直都还，就是，就因为就是限制一天吃40公克啊。哦，所以我看起来好像也恢复可以往上卷啊。哦，他吃的部分我觉得。恢复的不错，视力好像也恢复。视力也不错，就是那个后脚的部分比较没有力量。刚右脚踢了一下，不踢一下，不踢一下。嗯，能让他多走一点路，他可能之前做。